圈圈，我们一起跳舞吧，来吧小宝贝，爱跳舞的小宝贝，一起跳舞小哈哈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小小智慧树，快乐做游戏，耶、原来是托托，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鹏鹏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点点和念念。鹏鹏你好，我是点点，我是妹妹。鹏鹏你好，我是念念，我是姐姐。鹏鹏鹏鹏，点点念念想要自己吃饭，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吗？哦，是这样啊，这个问题可难不倒鹏鹏。其实快乐简单，跟我一起，一二三，第一步，用勺子盛一口饭。第二步，张开嘴巴，把米饭放进嘴里。第三步，把嘴里的米饭反复的嚼一嚼，再咽下去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其实快乐简单，快来跟我一二三，嘿嘿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点点念念，记得吃饭之前要把手洗干净哦。那开始先做第一步吧。第一步，用勺子盛一口饭。点点和念念，我们先来盛一口饭吧。点点是不是盛的有点多呀？是呀，点点，勺子里的饭不要装的太多哦，差不多比你用的勺子少一点就可以了，不然多盛的米饭会掉下来浪费食物，而且你的小嘴巴也装不下这么多饭呢。嗯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勺子里面的饭要比勺子少，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。第一步已经完成了，开始做第二步吧。第二步，张开嘴巴，把米饭放进嘴里。点点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咦，赶快把小勺子放进嘴里吧。
小勺子上还有一些米粒呢，我们要把勺子上的米粒都吃光哦。要把勺子里面的饭都放到嘴里哦。哇，好香啊。嗯，第二步也完成，开始做第三步吧。第三步，把嘴里的米饭反复的嚼一嚼，再咽下去。嗯，要反复的嚼一嚼，多嚼一会儿哦。鹏鹏说了，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说话哦，要安安静静的吃饭，不可以聊天。点点念念，我们把剩下的饭都吃完吧。反复的嚼，好香啊。点点念念，不着急哦，可以慢慢的吃。小朋友你太棒了，哈哈，你们太棒了，小朋友们太棒了，遇到困难解决了，生活其实快乐真的，跟我一起一二三，第一步，用勺子盛一口饭，注意米饭不要放得太多哦。第二步，张开嘴巴把米饭放进嘴里，记得把勺子上的米粒都吃光哦。第三步，把嘴里的米饭嚼一嚼，要多嚼一会儿哦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让宝宝自己练习用勺子吃饭，不但可以满足他们小手的探索欲望，还可以锻炼肩膀、胳膊、手掌、手指等部位的肌肉运动，加强精细动作的协调性，促进大脑的发育。当然，也许他们并不会一次成功，此时大人朋友的耐心和鼓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多多，小嘟嘟，我们来喂小猴子吃桃子吧。多
偷偷把桃子喂到了小猴子的肚子里面。里面。小嘟嘟也把桃子喂到了小猴子的肚子里面。里面。桃子喂到了小猴子的肚子外面，外面。小猴子没有吃到桃子，图图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哇，这次图图把桃子喂到了小猴子的肚子里面，里面。桃子喂到了小猴子的肚子里面，小嘟嘟，你太棒了！托托，该你了。哦，托托把桃子喂到了小猴子的肚子外面，外面。托托，不要灰心，我们再来试一试。桃子都吃到了小猴子的肚子里面，小猴子吃饱了。哇，好多小熊糖果，快看，红色的小熊跳进了罐子的里面，蓝色的小熊跳进了罐子的里面，黄色的小熊也跳进了罐子的里面。小朋友们，在罐子外面的是绿色的小熊。哈哈，答对了。哇，好漂亮的彩色铅笔。红色的铅笔跳进了笔筒里，蓝色的铅笔跳进了笔筒里，黄色的铅笔也跳进了笔筒里。小朋友们，还有谁在笔筒的外面呢？绿色的铅笔。哈哈，答对了。小屋，小朋友们，快来和我一起玩游戏吧！哦，你们好！听鹏鹏的口令，我们到小屋的里面和外面，好不好？注意听我的口令，到小屋的里面，快进去，到里面。小屋的外面，注意听我的口令，到小木屋的外面，到小屋的里面，快快快快快，比谁先，到小屋的里面。到小屋的外面。
小朋友们，快来跟鹏鹏热热身吧。小嘟嘟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小嘟嘟在浇花呢。哦，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好啊，来跟我一起。放松真开心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鹏鹏放轻松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深呼吸，鹏鹏深呼吸，大家深呼吸，啦啦啦啦啦，闻一朵花真香，再闻一朵好香啊，一起放松真开心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鹏鹏放轻松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画圈圈，画个大圈圈，鹏鹏画圈圈，啦啦啦啦啦。小绵羊呀，弯弯的脚，绵绵。来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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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鹏鹏好高兴，快让鹏鹏来看一看吧，让摩尔看看，让摩尔看看。
不不不不，还是选你吧。我想跳跳芭蕾，就像可是人一样累。我想到了方向，看他小牛最听话。我想看到小鸡，种种漂亮的豆芽。我想到了小鸭，有长梦想好伟大。哈，小朋友们，你也快来联系我们吧。给鹏鹏写信，写封信，给鹏鹏发呀发邮件，关注微信微博二维码，再来官方网站看一看，嘿嘿嘿，快来联系我们吧。爸爸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妈妈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小朋友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拜拜，再见，我们不回首。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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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